一个小时不够把我送回来，你是想照顾他，还是想陪我一起睡觉？我都可以啊。我警告你，如果你需要我的话，就别冲我的狗窝的人试试。有事找我。 我一定可以满足你。好啊，我现在就想要你，你行吗？你知道我要的不是开口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能下得了嘴，我都可以。 以前，别跟我提以前，以前的我是傻的，还在怪我，在美国突然结婚的事，我怎么会怪你？我的命都是你给的，我凭什么怪你？